西港天然井是自西历一六六一年由这个郑成功登陆罗里门马祖经迄个所在，登陆了都啊顺水路走来这个西港住宅，迄阵起一间草帽，到康熙五十一年啦吼，迄个时阵他建立一个小型的这个庙宇，俗名叫庆安宫啦吼。哦，所以庆安宫自康熙五十一年有马祖定点伫遮做主神以外，一直伊从啊延续到德光顶明年啦，啊第一次的重修，一直到民国六十年南保的迄个创始人，他起建现在的庙庆安宫，啊做金大庙啦，是我做六年的重修。这个西港官乡啦哦，是天龙四十九年第一科乡，就是由进现在这个八分高马宫啦，开始挂第一科乡。高马宫迄阵是捡到漂流王船，因遐个人吼，周边的十三个庄头吼，落去迄落气化，啊落去挂乡。这个德光三年第十四科的时阵啦，伊啊挂是拄十三庄开始挂起哦，十三庄挂到一定到三十六庄，迄个时阵大水来叫庙宇冲淤啦，遐个老大他参西港五甲头家合并，啊落由西港落接办。因为较早过十三庄吼，伊个庄头拢烧凉啦，啊即马吼大水。挂落去吼，砖头鞋无去啦，无法度人搁再继续办。啊，迄阵拄啊时间，遮一个港口贸易很茂盛，啊较有钱。啊，地方公推吼，庆安宫接办，因为西港啊周边村庄很大，慢慢后续加入二十四村庄，再来三十六，再来七十二，现在到九十六村乡。挂乡吼。王船的第一吼，爱找签，签就是王船的量分，叫做签。啊，所以讲，阮拢用神龙、青阿球，啊，这青阿球是拢各庄头的姓名吼，落去栽的青啊。普通的野青吼，阮也袂用。啊，即马找签来，爱迄落定签。定签就是讲找几落支啊，互咱的潜水啊选一支，选一尾。爱去挖去割菜放炮，啊！即马来就出签，啊！出签了吼，来就开始正式挂香啊。签签断了，就送入来到这个王船厂内面落去做签。西港乡一直保持伫王船厂内面伫啊做签哦。我做签了，结束了，哎，送到王船地去做签签的动作。那么这动作就是更加大的这个乡镇来正式来搬迁这个签来到安庙来。那么再来就是王船师傅开始来做船了哈。那么伫签签到做船过程当中，有一个动作就是合签地。是用金钱啦吼，用钱放伫这个签头前后边啊，表示生财安尼吼。啊，开始做船了，真个动作较紧，就是讲真差不多用机啊较紧啦，然后三四公分就通个做起来吼。然后请画师来做彩绘吼，做最后一个装饰。
在港请王吼，较早是去溪边请啦，摆香碗，啊大草料啊，迄阵的参加的砖头较少吼，安尼较简单。啊，即卖了吼，阮庆安宫家己有买一块地叫做王尊地，王尊地，所以王尊地就是讲咱请王了上王。而且烧王尊、火化王尊的所在，拢统一叫做王尊地。啊，所以讲即马阮请王吼，是到王尊地迄搭遐吼拜香碗，啊请道长，吼啊正式跋杯、跋有杯，安尼有尊上，代表讲安尼千岁也有够。啊，阮是叫祝跳银帽神之五味神又出海。这个迄落十二地支吼，王爷的排序吼，每科请的拢固定这三尊啦。啊，即马来后科搁即后壁呢，一直内推啦。大家讲啊，挂香挂香是啥物意思？挂香就是讲我参加阮砖头出砖头出新桥，啊，阮的生命吼来甲天水爷到老月。啊，所以挂香就是我分一点，还是割一点香火，还是千岁的神力回去村庄保护我们，证明吼大家平安，啊，增加我的神力。所以讲挂香吼，这两字的意义真好。这就是讲代表讲你有参悟，啊，迄个你也有参悟吼，证明的团结性会足好。啊，第二就是讲吼，咱的心灵来。分享天水爷神力，我分一点回去保佑庄民，所以叫做挂香。这个西港的顶头做特殊吼，拢有一特殊的颜色。就是叫做卡金，卡金本来是白日卡林的，啊，即卖演变到尾啊，卡金即卖无白日卡，拢白日腰。共卡金就是代表因党的演员，拢共师傅教出来。所以卡金吼，阮遮的自然的武阵吼，有十六阵啊。卡金吼，总共有红色的、蓝色的、空的、绿色的、水色的，拄啊有五色。啊，伊迄个卡金的分辨吼。你若像讲，较早你请的师傅，伊都下红色的，你传承的红色的。哦，迄种请的师傅哦，伊是蓝色的。啊，迄个教出来的迄个师傅丁吼，嘛是爱穿蓝色的，迄是尊重师傅的派别。啊，所以讲吼，你若共色的武丁啊，甲文丁，拢差不多师出同门啊。啊，因为吼就是安尼吼，阮遮的迄、那个。设置的要求哈，足严格啦。较早哈，挂香，你无共脚筋仔设置吼，袂使做伙拍鼓，容易发生问题，有一个比较性。所以讲，阮只脚筋仔吼，毋是随便乌白下的。师傅团的啦，啥物色的，啥物色。两件武阵吼。小接阵吼，大部分拢会互相拜礼。哦，虽然讲吼无同款脚囡仔的设置吼，但是吼拢尊重传统，啊尊重迄个千岁啊，啊大家互相接阵。那像讲咱做伙啊，咧打个招呼啦。啊，西港啊，内底吼，牛肋瓜丁，进目前有东顶那的牛肋瓜丁，啊，加七十二分的牛肋瓜丁，啊，加东港啊，那牛肋瓜丁吼，那照我一般的研究吼，伊应该是当时一两百当前的流行音乐啦，所以伊的音乐的来源有南管，嘛有平埔的歌。我是听一个教授研究讲，迄个因的牛肋瓜的招牌歌啦，吼，第一条，迄就是迄个旋律是对平埔族来的，所以我甲综合开，应该是
反映当时的迄个流行音乐啦。啊，当然伊足大量用到南管的曲，吼、哦。啊，当时咧唱牛咧歌的人吼，拢是耳孔安尼听，啊安尼啊歌词，有当时因唱的人嘛，唔知影啥物意思，干那听，啊旋律听了，伊就家己去找乐器的迄个空位，即音要起啥物？基因是啥物音？要起对，因要家己慢慢去摸索，所以学的真困难，嘛真难呐。早起歌吼，若要认真吼，是会使讲阮这脚步、脚下步、手哦，都来出来安尼。阮早起歌前去叫黄牛，就是黄牛作书，就作书的名在来啊，就是要有尊重伊共款，就是。所以这现在他们家都无共款，一定要用脚步的，袂使用脚步的。看讲这个哦，较早囡仔咪，伊就叫伊有早囡仔。我阿是想叫讲后来这个花鸟啊，较看咧讲这个爱花鸟啊，较适当就叫做花鸟尾啊。这嘛是有咧看咧，这俩叫出来看。我讲这个较适当做弹，还是适当夹枝头，还是许较适当花鸟尾安尼个啦。两个弹啦吼，奥是夹子较济啦，花鸟尾啊，较早我咧是花鸟尾啊两个啦。啊，有夹枝头，有时我捌用三个啦，像烧莲花咧，不是大多数拢两个啦。夹枝头啊，两个花鸟尾后咱两个啦，啊大两个啊，对啦。阮咧挂乡的中间吼，王船安宁捌开始，阮只有一个王船厂，是专门咧放王船的所在。阮就有咧做甲你解运的动作，啊，解运的动作吼，有的是用男女，啊，有的是用生肖，啊，阮遮是用男女。啊，你阮遮吼，王船的边仔吼，阮有搭个步道，迄叫做解运，你着对。对两边入去，对好边出来，啊出来遮吼，你着摕替身，啊，阮遮有请红头法师，哦，啊，着甲你解运啊。往船要起棚，起棚，咱拢即马拢用迄个信徒吼。像咧拉纤安尼嘛吼，路上行舟嘛，顶悬拢会压金纸落来嘛。啊，金纸压这金纸是啥物意义？就是代表讲啊，迄、那个甲无形的上帝讲吼，啊，即马天水的吼，王船要到某个地点吼，要游天河，啊，你们请你们让开一下，然后我撒一些纸钱给你们，这种的意义是呢？遮个金纸是要摇好兄弟仔个哦，啊恁茫学白扣哦，话拢当作讲，哇，这发财金啦，啊这像迄马祖叫个阿桥金啦，好，我抽着迄足好，画个雨伞啦，吼、哦、啊倒冰啊安尼穿，最好啦吼、哦，我郑重呼吁啦吼、哦，最好不要跟好兄弟抢钱啊，啊但是你也摇落来吼，啊你也无一种你扣着吼，我教恁一个方法足好。哦，你若像你有做生意，啊，恁初二十六有咧做嘢，有咧拜拜，吼、哦，啊，你甲抽几张啊，吼、哦，掺咱的金做火烧，安尼你的生意会做好哦。阮的王船最大的特色就是吼，王船有三支尾嘛，吼、哦。阮的桅杆的顶悬，拢有做鲤鱼公的代表潜水啊的信物，啊，随王船火化。因为较早吼，欠债金较无遐多，金纸较无遐多，啊，所以讲总桅迄个桅杆倒落，大家拢会抢迄个鲤鱼公。我抢一块纸嘛好呢，
因为那伊就是讲讲我瞻仰迄个天水啊圣基嘛吼，我分到他的神力吧，我大家都欢喜。啊，因为今嘛吼，今嘛天灾金吼，数量相当的可观啦，啊，范围足大啦，啊，桅杆倒落的范围吼，都啊伫火堆内底，所以讲金拢袂当抢。阮就是有一个特色，阮只有一个祭拜官啊，祭拜官吼，伊爱迄个王俊焚化的地点吼，爱抛三林啊，迄叫做烧山啊，把王爷烧死啊。庆安宫香科啦吼，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伊个伊特色就是三合一啦。三合一第一就是讲绕境，第二王即、這个王朝，第三个王尊者，三合作会，每三年一棵香，拢安尼合作会咧办，啊，真闹热啦。而且即、這个文化资产就是讲顶头真特色哦，所以有遮种种的历史存在进入香科。每一棵香科到三年一旦到，这些人拢家己参加香科的整日整头的认领地主，家己来训练起来，唔是请的就对啦。哦，所以拢有这款许文化资产的价值，所以他会当受到文建会来颁发这个证书和庆安宫。西岗啊乡是一个足有历史、足有文化的一个民间庙会。啊，蛮看几个特色，第一就是伊的历史真久。那么第二就是伊有一个开垦的这个性格哦。那么第三个就是讲，因为过开垦过程当中哦，有真侪只文武镇的三星哦，所以今仔文武镇加加三四十镇就是安尼来哦。啊，我从哪开始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伊香甲石做伙，佮香石合一，同时挂香，同时做王石。那么佮另外一个较重要所在就是王尊的祭奠，为开始出产。一直到上午过程当中，有真侪科技，包括王府的啊，包括祭拜官的等等，遮拢会看到西岗乡保持古有这种风俗的这种诶礼数，甲这种制度，还阁保持真好。即西岗乡上个值得的所在。